情书是一款适合二到六人的派对游戏，游戏时间大约20分钟。玩家需要将情书传到公主的手中，在游戏最后，数字最大的存活玩家就是赢家。每回合先抽一张牌，再选择一张打出，并执行角色能力。有些角色能力会让玩家出局，玩家要想办法活到最后，并尽量让自己的数字比较大。而这个版本还有加入新角色哦。总结一下情书的几点特色：直观的游戏方式让入门玩家好上手，游戏时间短，方便随时来一局。新增的角色牌让游戏支援到6人游玩，所以这边我们会推荐给想要入门桌游的新手，短时间来场游戏的场合，旅游习惯带桌游的朋友们。本游戏由 GoKids 玩乐小子发行与提供。